像思维带教律师会和你们聊重新选择实习生的事儿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们俩拆对了吗？什么？你被叫过了吗？第七个实习项目，法律公益服务。接下来的三天，你们就是去跟当事人见面，相应的提供一些公益服务吧。能不能告知一下公司，他们其实存在这样的法律风险，跟他们去进行一个谈判？肯定不满意，就是直接申请金额了。他没有任何的提示说他不是个注册，好可怕。不管你全不承认这笔贷款就是违约的，就是说你这个……那个您好，我打断一下，我没有太理解您的意思。等一下，你话太密了，我总共说了不到十句话，好吧？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。怎么办？李大哥给我们发来微信，他也有点焦虑。打不通，他也不回复，烦死了。这怎么推进呢？欢迎我们今天的神秘来宾登场！手都灯下了，我的灯下，手扶，你迂回，邵老师，说到这儿，我给你带了。哇！哇！